是因为熊猫宝宝的妈妈呢，会平时会给他们舔舐他们的这个毛发，然后那个口水就是经过一系列的作用之后呢，就会把那个毛发就显得特别的红的样子。它现在好可爱，好像一个毛绒玩具。收起来，特别好玩。好像在打拳一样，收起来，不要再扭小腿那样挥过来挥过去的样子。收起来，能够在这地方。然后现在因为正好是刚刚好结束嘛，然后也是暑假，所以游客比较。